各位亲爱听众，各位知音人士，今日各位所收听到的是一套舞台哀艳的歌剧《梨涡一笑九重冤》。梨涡一笑九重冤，这一场的剧中人饰演的既有刘桂贤，饰演文守仪；曾雪芬饰演范冰莹；李月珍先识色调，后识丽娟；林可英饰演杨月楼；李淑女饰演杨夫人；金德松饰演杨小楼；黄国森饰演杨道望；黄厚平饰演崔元；邓玉华饰演艳珠。这一场音乐拍和的既有范宁、黄厚平、释时峰、廖树华、编族林德章、电吉他周奕高、大鼓余国泰、洞箫莫权忠、金笛王厚平、掌板蔡杰、金拨简明、银锣朱耀、录音周高。今日是82年6月7日星期一日，我哋农历壬戌年4月16日，我哋架座喺穗城会馆录音嘅，请大家尽情欣赏《梨涡一笑九重冤》，多谢各位啦！现在开始。Thank you.
想出校院，二姐在隔篱门口放紧灯写文章嘅，点少啲油都唔悭得几多钱嘅啫。阿冰爷，你知乜嘢？你咪以为我做咗官就忘乎数字？你知否我一生人都系勤俭清廉噶嘛？
光阴天边明月，一朝渐眠啊，人缘啊。虽逢造下皮，为了富家园，恐怕情长。天啊，先我哋乖侄多恋啊，断。
先講啫，你哋少爺相貌又寒酸，荷包又冇錢，你嫁我哋侄老爹，佢有錢又有面，比較你哋少爺，真係相隔天煙雨咯。请恕佢言不检啊，冒犯诸多应责遣。我愿为赔罪啊，拜尊前，欲得红丝牵一下线。我爱兵营充卫，愿作虎凤啊更年。我哋情有独钟，何必论悬殊归贱啊？丁莹啊，我未染不星情，忽然红发面，暗内灵犀通一点，叫花何行蝶衰。
慈母，我应该有子孝惜阿贤啊，唯独体顺亲心，我亦都早孩分嘅。阿石坚，你都要早啲翻嚟头。Oh, yeah.
俾你饮啦。真系惨啊，又输晒咯，输到我甩皮甩骨，跪我好打四方城啊！我而家又俾只皮蚯咬亲，咬到我身烧火啊！人噃，阿侄父又去咗边处呢吓？阿侄老爹一定系瞓着咗啦。鬼叫我输落咗，唔过得骨咩？借得多，梗系托手争噶啦，冇办法咯，口都要试一次噶啦。好，等我入个房度先，偷得就偷。哇，我攞个首饰箱先啊！哎呀，二叔。乜嚟呀？咪嘈啊！睇下我把旧剪啊，二叔，乜嚟？咪嘈啊！你偷偷偷啦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死咗添，点算好呢？吓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唔怕，等我将我尸体收落个大笼，吹熄埋盏灯先。梗系炎光残眼，所以吹熄眼灯嚟瞓。我都无谓叫醒佢，等你入冻啲，然后先叫佢起身啦。阿家嫂，我度嚟度去都唔啱尺寸嘅，不如攞你件衫嚟照尺寸度，至紧要系条衫靓啊！咦，乜咁黑噶？奶奶，等我点着眼灯先。因为阿二流瞓咗，你入嚟最紧要细细声啊。哦。咦？点解个笼埋边咁多血都出嚟噶？快刮！原来你谋杀亲夫都算狼心贼性啊！奶奶，我冇杀人，我点会咁做呢？呢一把旧剪系侄父之物，侄父点解你今晚会杀老公得咁狰狞啊？阿贤珠，你仲快啲去叫地方官，做乜你企响住眼定定？我即刻嗌你上去衙门。然后我只写一张状词，证实你个谋杀罪名啊！你连我边边官内心问，我问你一声爷字也明啊！人性命苦自招诱，人性而无心啊！算啦，留等埋我啦，你就想死得咁易啊你！做佢靠山顶啦，唉，我哋有月流嘅冤仇，又点能够超雪呢？你都系要去揾阿提督夫人至得噶啦。啊，系
噃。阿贤珠，吓、啊，你即刻攞10,200银送去俾九门提督夫人。你话无论如何要令到知府将兵刑嘅罪定。是文手念的，不怪得他笑了。我要写一张状词告他，我旧时都是状君一名的。先把尸骸收敛，然后至对簿啊，恭听。真系唔使恨，跟着个清官真系唔够运，今日啲在牙堂，唯有就瞌眼瞓，冇人就打官司，就边度有手阵有手阵呢？堂上咁多刑具，到呢个时候佢都唔用嘅，
系咁就摆明系自私心啦。明你是有逃避的嫌疑的噃，大人，你再听。